好朋友们，祝你们节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咱们为好朋友安排了一个开心的环节。平安夜，在那泸州人民广播电台。金波大跟咱泸州人民广播电台
哎呦妈，哎，我全在谁家看过电视都拿出来找不着你了，我的彩电同辈的都想看你叫你就看来干啥去了，看电视去了，你看看这闺女啊，妈交代几交代啊，说呀这彩电不敢看，电视不敢看，啊，你咋都不听你妈的话？哎呀，咋了不敢看？咋了不敢看？啊，那跟着电视光学坏。咋了能学坏？电视上玩的可好了，能学坏？你不知道呀，孩子问。那天呢，你妈我吃着饭没成干，我到大街上去转一转，哟，里面人可真多，站的那是里三层，那是外三层。嗯，你妈我蹦一蹦。哎呀，妈妈老了。哎呀，你妈蹦恁高都没瞅见，我什么来了，我咋着都得瞅瞅这彩电啥鬼情啊！我高处瞅不见，往低处照瞅，妈正瞅着瞅着，咋着嘞？爷呢？哎，你老大白怎么能踮着脚看电视呢？啊，你妈我通道带的呀！咋这呀？你妈我高处瞅不见，往低处照。啊，你大白正着踮着脚看电视，他愣不放。你妈顺着白的腿可拉，呲呲溜溜爬着个八斤。妈，哎，我不你看见没有？你妈爬到第一排呀，老天！